路去買尿水，然後就落隧道，好似啱啱咁一直踩過去咧，就好快到大學嘅火車站啦。咁样避开右手边嘅障碍物，相反我嘅左手边啊系有啲障碍物喺度嘅，咁我就要打呢个手势示意左手边有啲嘢，依家要不是看信息的地方，也不是上社交网站的地方，更加不是打机的地方。细佬，都叫你唔好行一路打机啦。咁你一路行一路上网，因为我是大人咯，快啲行啦。马路上，无论司机或行人，分身玩手机或平板电脑，都等于玩命。司机行人要专注，使用道路勿分心。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，安全自是。踩单车和揸车一样，都要遵守交通法例，彼此尊重。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，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。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，所有车都有盲点，司机要加倍警惕。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，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。无论你是哪个，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。
再行下，再行下，已经到达顶啦。落车啦，落车啦。刹车的时候好大嘅叫声啦。